上过年了，到了春节，我们的心情非常开心，膨胀到飞。一秒入戏、啊，思雨，你这准备，我这准备收红包。你要吃哪个孩子？于洋，膨胀到飞。哎呦，这电击了，电击了。小草，袁成杰，哎呀，都炸起来了。来，老白，烟膨胀到飞。哇！你们哇什么？他只是把两脚离开了椅子。没有，他有这个。我们觉得很开心啊。这个你是那个，哎，这个。哦天哪，真的是。你们仨一起来一下就知道有对比了，一、二、三。哎呦！老人家这个世界真的筋没有那么真。接下来表情包，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这样。哇！我觉得大大这个是人生全是演技，没有戏。思雨啊，我也是这个。嗨。是宫斗戏，贵妃娘娘，于洋，哎，这个眼神有，这个好，小草，还是这个袁成杰，老白，都是点亮。终于知道了，你的人生就是一部恐怖片 ，baby。可爱，伊恩。他究竟做了什么？你们哇！发光的男孩啊！伊恩，咱们俩这个可以对一下。还对一下，你演你的，我演我的，来走着，完全这就有对比了，你知道他那个就赢了。这个是自己家的孩子，这是别人家的孩子。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这个表情包我觉得很难，求生欲，求生欲，玉啊，你妈生，基本就是这样啊。思雨，哎，这个好，这个可以用。小草，还是这个。大大，你这是苦情戏。装可怜，扮委屈，以退为进，也是一种办法。哽咽了。到二老了，不放过。好了，这个应该不是求生欲，应该是老爷不要啊。天哪，为什么？小时候表情都这么演。老白，咱就不为难自己了，怎么求也没有用。来，我看啊。好想让他退群，让他退群。伊恩，到你了。啊！老板就觉得看到这样的员工，就突然觉得小可爱风，对，就是心都化了的感觉 ，baby。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求生欲，就这样吧。哎，没办法呀，就是他做这个也可以，就是别人就原谅他了，可以。他做这个就。感觉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哎呀，他拿走了。放兜里。哎，怎么能揣兜呢？你有东西掉了。啊？脸。节操和脸一起捡起来。
爷爷，你来说一说。如果我发错的话呢，然后我就会叫我朋友，如果里面有老板有公司的人，然后有我朋友一起，然后就告诉朋友，跟朋友一起聊天，在那个里面聊聊聊聊聊，聊到这个已经跑太高了，对，所以找不到，找也太累了嘛，他就不会想找。就是看他们在聊什么聊什么。伊恩说的这种方式比较赞同凯南的，就是这种说法，就是刷嘛，顶啊顶啊顶。可是我觉得凯南需要这样的方法，但伊恩完全不需要。伊恩就算说错话，发一个表情包就足够了，对不对？你看是不是不需要方案吗？足够了。你觉得好难受是吗？我没有，我别人只要做表情包，下面就耶。对，我还得刷那么多红包。哎，最后一个主题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我们一起上春晚，一起来，三、二、一。第一个场景是这样的。公司明令禁止内部员工不能谈恋爱，但是公司内部的一对情侣在暗自约会的时候被其中一个人的下属发现了，怎么处理化解尴尬 ？Action！ 哎呦，真的太累了。哎，为什么跟你在一起这么难呢？哎，世界上最幸福的数字你知道是几吗？几啊？五。为什么是五啊？你把手伸出来。哇！你拍一，我拍一，我们一起拍。在大白天的，你们俩玩拍手游戏呢？加班，今天加了12个小时了，发信息发的手都疼了。要不要一起玩啊？你来试试。我也可以玩。当然了。哦。哎，这样就化解了。哇。大家觉得怎么样？接下来我们换一个难度升级的情况，两个员工在公司里正在说老板坏话，结果老板从身边经过，哎呀，那会怎么样呢 ？Action！ 哎，什么事儿啊？你这就叫我出来？我真实在受不了。谁呀？话要不说了，你别说，我跟你憋死。你别说，你不说，我都想知道是谁。谁说？是吧？那小区。哎呀，姓张那个玩意儿。哎呀。我告诉你，在公司里边咱们管他叫张老板，在外边小张，小张。而且我跟你说，你看他那长相没有？哎，长得跟老太太似的。你要这么说，我跟你说哈，我心里我对他一肚子怨气。哎呀，就他那样的，小个儿啊，这真是。我就把着头，我跟你说，我这搁一边上哪儿？这像我奶奶叫我妈，跟老太太老太太。把着我头怎么着？没有。哎，我跟你说，我举报。这太狠了。我举报。你举报怎么？张总，我跟你说，刚刚白凯南，白凯南说你长得像老太太。呀啊啊！老太太呀！等会儿，听我说。我觉得在公司就像家一样，老板像家长一样。对，我称呼您为老太太，但是我想孝敬您。我不能是老大爷、老叔叔，我非得是老太太。衣食父母。但是我觉得孝敬您。我觉得他解释还挺好的。你看，他说你哎，等会儿我也要举报。走吧。我也要举报。没事，请举报。他说你矮。我跟你说，我老板，我告诉你，我说你矮怎么的？是我觉得我长得太高了，我怎么能长这么高呢？我走路，我现在我费劲，我都觉得我应该跪着走，你知道吗？我应该跪着走，你知道吗？